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一组厨房的收纳柜，上面呢一样可以收一些比较杂乱的东西，不常用的东西。那么中间这个二层柜呢，可以收一些常用的电器，然后可以拿出来用完之后收进去。然后一样，我们的层板它是来带下我们的这个特别的地方，它的活动就是像这个五公分五公分一个洞，所以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去调整你要的高度。那它的载重呢，一块层板的载重基本上50公斤没有问题。这个是我们的二层柜，层板不够可以另外再加厚。另外呢，介绍很厉害的抽屉，这个抽屉呢，一般我们在家里杯子是最不好收的，我们这个呢，你来放杯子、保温杯、闷烧罐，它的高度正好，然后你用拉出来的都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或者说底下也可以收一些盘子、碗都可以。因为我们的来，我来看看气罐嘛，要来看那个，记得压力压压看。来，你看哦，它很都没有什么感觉哦，所以我们的底部它是非常的耐重。好，那底下呢收有一个很好笑的，就是一般我们妈妈肚子都会比较大，如果我们今天是开门的话，我们要这样趴下去拿东西。可是呢，底层如果是你用抽屉，就很方便，一抽出来你就可以看到你的东西，肚子就不会去爬到了。好，那么这一座多少钱呢？原价是15840，现在我们特惠11900。在哪里可以买到？目前我们就是在台南厂开的特卖会现场。那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上我们的 FB 的 FB 上面，或者是我们的官网上面都可以下单。那只有现场的一组，需要的朋友可以赶快下单哦。